Please prepare your boarding pass and travel document. Ready for secondary咁 zoom in 版嘅就係呢一個版本，現場係用手畫噶，好犀利啊！個 building 好得意啊！喺呢度坐船，呀、yeah, 有得食 pineapple 係嘛？然之後佢哋完全都係冇英文版嘅，犀利！在石垣岛呢，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烧烤店，一定要提早两个星期前预约哦。然后我们的记者已经预约好啦，我们待会就出发喽。咩事？呢个系好有 feel 嘅一个房门啦。好啦 ，OK， 我们到啦。你看这边都生锈了，所以在海边我们就直接坐在码头，坐在码头的 OK 哦对面哦。进来就好，带大家去看一看环境，是蛮简单的，很干净的。然后就，耶！就可以，它的洗手间呢，让我非常惊讶，就是全部都是用，不是这个。是用 Shiseido 的耶 ，Shiseido 的这个 body soap 润发，还有这个洗发精都是 Shiseido 的，哇，不错哦！这就是我的美美的裙啦，哒哒！我现在已经 refresh 了我整个妆，我们要出去吃东西了，还有我的室友。炸啦！我现在已经，我们要去吃饭啦。今天天气超美的，现在已经当地时间快要七点了。我们现在来这边呢，是要吃一个生牛肉的。
记得找资料的时候推荐的一定要吃他们的牛肉而不是海鲜哦。哇好大呀、啊、这个就是不会日文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比手画脚但他们也明白我都想吃这个我看到快吃石碗咧，我哋嚟咗石碗，一定要食佢哋最出名嘅石碗蛋糕啦！真啊，你睇佢啲味样，佢啲纹几靓啊，好正啊！我试一试先，哇，好 juicy 啊！可以有个炭喺度自己咁样烧，烧都差唔多啦，个表面咧熟就得噶啦，唔需要太熟，然后就可以试食噶啦。呢个系我哋嚟食完嘅第一餐咯。诶，点解我讲广东话？这是我们来石环岛的第一餐，他们石环呢？伊萨加基，伊萨加基的第一餐，哦，吃喽，可以吃喽。这边领。我帮上来的。很 juicy， 很好吃。这样吧，对，你来吃着。你蛋都好香啊！看到吗？这有蒜味了，很香哎，可以配一些。我刚刚一直在石环岛，石环岛其实是叫做石原岛，石原岛资源的源。好，我读错了，不好意思，抱歉，我没有做好功课。我要问一问。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冰淇淋呢是那个波子汽水，就是波子汽水的那个冰淇淋，然后它就混在那个美酒里。好喝哦！咁大碗。你啲咁多次冇试喎，佢又先。哦，超好吃的明太子。带大家到冲绳的 Family Mart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吃又好新奇的东西，所以你们记得收看下一集哟。